简单说几句哈，那个尊敬的这个李丽华议员，尊敬的各位嘉宾、各位朋友，我是慕名过来的哈。那个，咱们奥中华人达人秀，这是已经是第二届了。据说第一届办的也不错，那么这一届呢，比上一届还热闹，人才更多，所以呢，我说我一定要过来看一看。 我相信呢，后面的演出是非常精彩的，也会有更多的新人新秀涌现出来，我觉得这场活动呢，作为我们澳本亚洲福利中心每年一度的这个举办的这么一场活动哈，每年有一次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平台，不仅呢在海外。 能够给我们传播我们的中华文化，延续我们的中华文化，还给我们广大的华裔的子弟青少年提供了这么一个展示才艺的机会，展示才艺的平台，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发展的，也是一个发展的平台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亚洲福利中心，眼光是非常远的。 搞这场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么我在此呢，代表我们总领馆，也向这个澳本亚洲福利中心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，表示衷心的感谢，也衷心的预祝我们这个活动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。谢谢大家。